大家好，我是瘦猴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。内蒙古清晨的风还是有那么一点冷啊。昨天我的车子又坏在这里了，有一点严重啊，直接水箱破掉了。再往里面加冷却液的话，直接就漏出来了，所以说车子没法开啊。昨天我打了50的售后服务电话，查到他们距离这里最近的4S店是在甘肃酒泉。距离这里也有500公里啊，了解了我车子的情况之后，他们从甘肃酒泉派修车师傅过来，然后昨天晚上出发的，计划今天早上可以到，然后现在正在等修车师傅过来，来检查这个水箱的问题啊。500公里的道路救援，修车师傅开车的话可能也要7、8个小时，本来我以为4S店不会派车来了，没想到修车师傅直接就来了。修车师傅说，这里可能地广人稀的原因吧，有时候上千公里的救援他们也会去的。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，本来师傅距离我还有20多公里，很快就到了，但是那一段沙地路不好走啊，已经2、3个小时了，师傅还没过来。原来是他们在那边陷车了，正在挖沙子，距离我还有2公里，然后我准备开车过去救援他们，我有脱困板，他们在那边也不好出来啊。师傅说直接带工具过来，然后修好我的车再去拉他们的车呢。我想一下，我这车还能开过去，直接就开过去吧。车子又高温了，只能在这里等师傅过来了。刚才他们现车已经脱困了，说的正在过来找我。这里是 G7 高速，我们就在 G7 高速旁边。现在师傅已经过来了，这条路走得也很不容易啊。师傅说我这种救援也是很常见啊。之前也有一个河南的车友在额济纳旗坏掉了，是不是也是救援？那次救援跑了多远？那次救援是570多，也是像这个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师傅走了多长时间过来？啊，我们是从凌晨5点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5点到这个，到现在7、8个小时。啊，7、8个小时，就是到额济纳旗之后是凌晨5点多嘛，然太后不一直容易的了。话这边都是。这个不管任何车主啊，我们都是我们五菱保定的车主，不管在何处，我们都会响应这个3分钟响应，10分钟内的出发。3分钟响应，10分钟之内出发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不管是什么车主，只要是五菱车主，这边主要是地广人稀，然后所有的救援跨度都非常大，然后几百公里也是很常见的。这里烂了是吗？嗯，对，这地方烂这里漏了，啊，对，刮到这里了。对，你看这地方它裂了窟窿了。哦，对，这里直接裂了，对对对，修不好修呢。嗯，对，你看下面的护板都直接凹进去了，扁了。对对对，这地方它是可能刮了石头啊，刮上了。刮到石头了。对。师傅正在拆下来，这里师傅带的水箱配件，也是从他们公司的试驾车上拆下来的。因为要响应及时救援，又没有新的配件，所以说直接就给拆下来，及时带过来了。看一下这个坏的水箱，这里磕破，哪里磕破？就这样，下面磕破了。对，这不是有裂缝吗？直接磕到底盘撞破了。下面这个杠子弯掉了，这个护板也拆下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护板反面，全部都刮的，全都是十字刮的，这里直接都磕凹进去了，还能用吗？这个护板可以用，还能再装上。嗯，可以装上。这个前面的保险杠也直接裂开了，不过没有烂。我觉得不单是凯捷或者各种越野车，经常跑一些烂路的话，车子都会出问题的。这次凯捷水箱破掉了，像经常在阿拉善越野的那些车辆，也是各种经常状况百出啊。相比这个辆水箱破掉了，也算是小事故吧。在这里看出都热的，直接钻在了车底下。4S店的师傅开的是一辆新宝骏过来救援的，能找到这条路也是花了很大功夫啊。我的车子在这里也上不来，他们也下不去，所以就在这里修了。前盖儿，这边车子其他没什么问题，就换了一个水箱。
是吗？其他没问题。对，其他没有，就换的水箱。嗯，就换一个水箱。开始添加冷却液了。我去喝口水呀，师傅。有那多少钱，师傅？是这样的。雪山救援，你给我们做了很大的宣传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这就当做是，感谢吧。哎，那怎么好意思？还是要给钱的，该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嘛。没有，雪山救援真的对我们的这个宣传啊，也是帮了很大的忙，所以我们这次也是，做感谢。雪山救援、啊、不收费，免费。不，那不是你们，主要还是你们做的好的，也不错。多少钱？我还是给你们吧，给你们。哎，没有，你算一下，这个、给你们。没有，这次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，这次也是个机会，我们这次全部给你免费啊，也是对你的感谢。很麻烦，那么麻烦你们。不用麻烦，麻烦我们啊，这种对于大西北来说，我在武陵已经11年了，这种救援经常见啊，因为我们这条本来就是那个啥，西的很，这个去跨界啊，是各乡县跨界比较长嘛，比较大啊。直接到的。好，等我再吸出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那个山洞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师傅。行，好的。行行，再见再见。出动出动，过来。不要了。特产。烤花卷，它是烤的，这个是。哦，那这个我说呀，那就不要了，那不要了。带上带上。不要不要，你们在路上吃。我们带的可多了，我们。不要，我这个收了吧，这个收了。好好，回去吧。行，好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注意安全，好。师傅已经开车走了，我也准备。您已偏航，开车走了。重新规划路线，新路线途径，机器进行高速。